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 目标，你们在寻找梦境，他也在找你们。 都在梦境中，现在我清醒了。可怜的奈山卓拉，他曾是忠诚的梦境守护者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却沦为梦魇的守门者。 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曾经面对过梦魇，但他从来不曾这样深入地侵害梦境。他迫切地在梦境中种下腐化，别让他的低语又使你陷入癫狂。 我能感受塞纳留斯留下的力量，这是通往月光领地的传送门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封印了。我们必须斩断封闭通道的力量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这里的每一条路都散发着无比的邪恶。做决定吧，我会与你一起奋战。 这怎么可能？梦魇的毒瘤侵袭了世界树，这里可是泰坦家园的倒影啊！如果让这颗毒瘤生根，就连艾泽拉斯的本质都会遭受感染，梦魇会吞噬我们的世界，所有东西，所有人，他太远，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。我需要目标，终于要完成了。 小东西，你们的恐惧美味极了，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 生命付出代价。
空袭之事，我们都会缴回中华。你们还在反抗？你们还？我没有目标。我将前往奈奥罗萨。萨维斯和他的古老主人看到我们全力对抗燃烧军团，想必很高兴。他们在暗中以低语和猜忌悄悄渗入我们的世界，希望清楚梦魇能为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击退燃烧军团，这样才来得及对付即将从深渊涌现的黑暗大军。这是什么邪恶的生物？他似乎准备要腐化整个雷霆崖，绝对不能让牛头人的灵魂被梦魇吞噬。这个物品还没准备好。美味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它太远这曾是翡翠梦土，在我悠长的沉眠期间就在此和绿龙军团长谈，现在这神圣的地方竟成了传播腐化的管道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生命的希冀遭到破坏，为梦境之龙报仇。我不能攻击他。希望这块石头生病，全都消失。这些土地本来就该凋零。哎，伊索德雷，命运真是残酷，好不容易才摆脱梦魇，却又变成阶下囚。看来有些伤口就是无法完全愈合。愿你安息，老朋友。
眼，吞噬着我，逼迫我服从，杀戮。看那里，这证明了梦魇有多阴险，就连意志凶猛的厄索克都屈服了。救救他，摆脱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既然不逃，我就用你的骨头喂食风暴乌鸦。血流遍地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这世界上没有比厄索克更高贵的灵魂。我希望他能找到回去梦境的路。看哪，开启了。通往塞纳留斯的路出现了。月光林地是所有梦境中最神圣的地方，想到我的尊师竟然和他遭受腐化有关，我必须亲眼看看尊师变成什么模样了。坚定心智，准备对抗黑暗英雄。净化一切污染，是你吧？我们要对梦魇展开反击。是的，塞纳收到你们的真诚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我，你会让你失望，永远留在这里。玛法里英，这是何等邪恶！停手！他开始看清。我不会失去你，尊师。父亲。父亲，萨维斯就在梦魇的核心，艾恩列西等着。我也希望跟你们并肩作战，英雄们，但只有那里我不能去。我与翡翠梦境的羁绊赋予我强大的力量，但同时也让我容易受到列西的黑暗侵蚀。我曾探视深渊，体认自身的脆弱，如果我踏入其中会迷失自我，就像塞纳留斯。去吧，摧毁梦魇领主，只有这样才能复原梦境，拯救艾泽拉斯。我们
必须终结梦魇。等你准备好，我就带你去梦魇扭曲的原理。我没有目标。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守卫，集合，消灭这些入侵者。梦魇曾孵化龙族，神奇被传承。勇士，拥抱梦境，我为前进彻底毁灭。勇士，拥抱梦境，你就会得救。不，我绝不容梦魇不会被遗忘。我没有目标。英雄，勇士，上前来听我说。梦魇一直都寄生在翡翠梦境之中，迫不及待地想吞噬一切。如果萨维斯成功了，他就能腐化整个艾泽拉斯，创造一个活的梦魇。你们的胜利确保梦境得以延续，也保护了你们的世界。萨维斯的同伙不会就此放弃，但至少阻止了这一次的计划。为了表扬你们的勇气，我会带你们进入梦境最纯净的核心。你们脚下丰沛的生命力，是因为你们的努力才能继续存在。Ishnu Daddy